们公子今日还是不见客呀？好像还是不见吧。那你把这虫草提鸡汤给他带进去，我就先走了。多谢七姑娘，七姑娘有心了。啊，姑娘你没事吧？七姑娘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崴着脚了？崴着了吗？我看看。我没事。三哥，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？我没躲着你，我是课业比较繁忙。你骗人，你就是不想喝这补汤。这汤药我真喝得够够的了。你身子弱，拿去喝。这怎么会够够的呢？你每天看书，费心又费脑力，就得顿顿补着。好，我晚些再喝，好吧？母亲给的那些补药我都吃过了。这虫草提鸡汤啊，就得趁热喝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亲手抓的药方，这都是百年的老参和当归。嗯，好好好，放着，我自己来。无妨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罗山远都不能自己吃饭了，一边有人给他翻书，还一边给他喂饭，别人有的，你也得有。来，好喝吧？好喝。哎呦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快！怎么流鼻血了？少安，少安，三哥流鼻血了。少安，快拿水来。疼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这个汤太过滋补了。是啊，你别喝了。我这就让青渠去拿一点清热解毒的药来，你等着啊。啊！哎，等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毒的事查怎么样了？毒。啊，还没有进展呢，等有了消息我第一个告诉你。啊，好，你就在这儿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拿药啊。哎呀，你别去了。青渠，